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两款茶，一款是我们的生茶，一款是我们的熟茶。今天呢，咱们就用最简单的现代的玻璃器皿来冲泡一杯健康的好喝的普洱茶，只需要2分钟，大家就能够喝上一杯香醇的好茶。首先，我们会冲一下生普洱茶啊，首先温壶温杯。这个普洱茶，打开，里面是这样的，熟茶，好，这个生普洱就好了，1分钟。我们的杯子啊，生普洱可以再继续冲。第二杯，第二杯，这个呢其实也好了，这个也好了。熟普洱，生普洱。熟普洱、生普洱、生普洱跟熟普洱，这个呢，我们可以从第二泡。第二泡，第二泡，这个也好了，一杯，这个两杯，第一泡，第二泡，看到吗？第一泡，第二泡，生普洱。好，这个就好了。好香，
这个第二泡，这个第一泡，这个第一泡，这个第二泡，然后我们放在空调杯里面。这个还能冲第三泡，还能冲第三泡，这能冲第二泡。Shou Pu-erh第一泡， Shou Pu-erh第二泡，你看，第一泡，第二泡，第一泡 Shou Pu-erh， 第二泡 Shou Pu-erh， 第一泡 Sheng Pu-erh， 第一泡 Shou Pu-erh， 第一泡 Sheng Pu-erh， 第二泡 Shou Pu-erh， 颜色不一样了，你看。来，请喝茶，希望大家。Drink more tea and stay healthy. 谢谢，还能冲啊！Sheng Pu-erh第三泡， Sheng Pu-erh第三泡。Shou Pu-erh第三泡。好，这个等多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这个Shou Pu-erh还有颜色。Shou Pu-erh第三泡。Sheng Pu-erh第三泡。Sheng Pu-erh第三泡。来，第三泡Sheng Pu-erh。Sheng Pu-erh第三泡。第三泡，我们稍微收一下。Sheng Pu-erh，Sheng Pu-erh，第一泡，第二泡，第三泡，第一泡，第三泡，第二泡。我们看Shou Pu-erh第一泡，第二泡，看我们这个第三泡啊，Shou Pu-erh第三泡，好，看一下我们Shou Pu-erh的第三泡啊，第三泡马上就好。这个第三泡我们拿公杯把它倒在这边。给大家容易看，太多了，那就给我喝了。第三泡Shou Pu-erh第三泡。第二泡。这个第一泡。好，Shou Pu-erh的第一泡。第二泡。还有我们Shou Pu-erh的第三泡，把这个拿过来。好，这是第三泡，第一泡，第二泡，还有第三泡啊。好，这个我们今天冲的 Golden Memories。好，谢谢大家。